11月25号，湖南卫视最新一期的《全员加速中》在广州进行了录制。除开黄晓明、贾乃亮、TFBOYS 等常驻嘉宾外，王宝强、陈思诚也亲近加盟。在节目录制的空闲时间里，王宝强、陈思诚、阿令也接受了姥姥的采访。姥姥觉着，宝宝2015年的综艺秀全部都被无理大芒果台给承包了。从年初的《真正男子汉》到暑期爆火的《爸爸去哪儿3》，现如今又参加了《全员加速中》，感觉宝宝再去参加个《我是歌手》就能召唤神龙了。难怪陈思诚会调侃无理宝宝是个综艺咖。其实我也很多年 也不拍戏，很少在电视上出现，一般都是在大荧幕上出现。对，近几年，所以就是抱着玩的心态，没想到一会儿玩活的受不住了。你问问零零后的小朋友，四五岁的小朋友都追我，都是我的影迷，都真的。门口一堆啊，看着就喊。那不是。不带这么黑自己兄弟的吧，无理宝宝根本就不 care 这些，因为宝宝真正在乎的是最后的冠军。没啥经验，就能跑，身体好，年轻。到时间你要做冠军了啊？这还用说吗？宝强在说夺冠的时候有想过旁边负伤的陈思诚吗？在这次的试玩中，他可是第一个被猎人抓捕的呢。身体就本来就不是特别，不像宝强一直在家里颐养天年，他没事儿。五秒被抓，脚还抽筋，姥姥好想知道陈思诚的心理阴影面积。话说，佟丽娅会嫌弃你吗？他刚才批评我了，他说我太缺乏运动了。对于这个负伤的宝宝，姥姥也很无奈的呢，因为我们可爱的阿令同学也受伤了，姥姥要把全部的爱都给予他。因为我平常就有在运动，但是今天就是只是暖身的时候没有做，还是要靠运气。今天我真的是。我们俩明天都是最运、最走运的人。对，明天一定会好运。芒果老铁们，希望这次游戏的不幸运能够给正式进行游戏时的你们带来无比的幸运。报道。